虎心风败了，想必你有几分神通。那妖怪身上不知有何法宝与我相克，三昧神风都不能伤他分毫。要引那妖怪出来，需要用擂鼓之法。我擂响大鼓，引出巨虫。若你愿前去，待时机一到，夺了他的法宝，我便能施法降服此妖。擂鼓之法本是这天尽头的百姓为抵御太阳西沉入海的海沸之声而发明。海水沸腾，声音之大可以震杀城中小儿。擂鼓之他有法宝护身，我无可奈何。你既有胆来，恳请助我一臂之力。那怪就在下方沙海之中，请
不想他这般辣手，真是带累了你。满城百姓感谢不尽。